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时间28号晚间进行第五度通话，一打就是2小时17分钟。And then on Taiwan, President Biden undersco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has not changed. 热线内容曝光，白宫纪要显示，拜登向习近平强调美中合作保持沟通的同时，不忘重申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。但中国官媒新华社不止抢先公布通话纪要，还句句用词强烈。引述习近平说话，表示台湾议题玩火必自焚，警告美国要看清这一点。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，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。民意不可违，玩火必自焚。中国官方也指出，习近平强硬回应拜登，要美方言行一致，恪守一中原则。可以看出，美中双方声明聚焦台湾议题，但新华社似乎还偷渡内容，称拜登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，而这段文字并没有出现在白宫公布的记录内。I think the Xi Biden call went about as well as could be expected, although this latest call, like the four that preceded it, did not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or meaningful delay.拜习5次电话会谈，4次提到台湾，但这次外界关注的议题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否访台，并未在白宫纪要内提到。只有对台言论，双方事后各说各话，不免触发紧张情势，强烈考验美中关系。镜新闻高玉婷主持人报道。